事别太计较，只是使命感找到了我，我睡不着。如果说马兰要有点技巧，我会加点虚拟，你会觉得糟掉。我的枪不会装弹药，所以放心，不会有人到。我派清风一下，不需要替身，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。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，用平凡想象，拍个电视就为了用尽一生的钱的梦想。手术里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，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也比那假象。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，被搁在派对那边总是要大气模样。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 CNN 能不能等一晚好一点再放，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。随时随地注意欣赏，要控制意识，不然就跟毒下风人拉下的，我不想。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。哦，如果超人会飞，那就让我在空中轻易停歇，再次俯瞰这个世界，会让我觉得太好，住的楼不能太高，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